冷静点，一定要保护好海瑞和林夕的安全。 干什么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少他娘的扯淡，小六子，你哪那么多废话？我们是土匪。 但是这枪，我们是防身的。合起生财，各不相干。要是想在盘子外面找菜吃，我们哥俩这枪就该吃荤的了。好吧，成交。海文林奇，下来。 开枪啊！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海飞被土匪抢走了呀！你这冒人打伤了海飞怎么办呢？不让开枪，不让开枪，海飞被抢走了，你说怎么办？别争了，想办法吧！有什么办法呀？你冷静一下，哥。我冷静得了吗？你们俩吵够了没有？一个队长，一个共产党员，你们的素质配叫革命同志吗？干什么去？我去救他。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救得了他吗？那你说怎么办？又不能开枪。咱们人太少了，只有找到组织，才有可能把海飞救回来。一拳，刘老师，刘老师，怎么回事？一拳，出什么事了？海飞被土匪抢走了。 时已到，请新娘。大大奶奶，站好。老三，你来掌礼。今天是你二哥洞房花烛，明儿个给你也抢个老婆，来个双喜临门。谢二哥了。今天是二当家的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黑马帮大喜的日子。我们黑马帮以后。 就有女人了！好，二哥，拜天地吧！好嘞！哎，一拜天地，二拜高，这里没有高堂，就免了吧。来来来，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兄弟们，你们陪二哥先喝着啊，我先把二嫂送回洞房，给二哥暖床去。 肉大口吃，酒大碗喝。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小侄子都要喊叔。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性格还挺烈。是，二哥，我再敬你一个，咱俩好事成双，得再干两碗。二哥，你看，啊，别端碗的手怎么抖了？是喝多了吗？喝多了也要喝。倒酒。二哥好眼力。我就是喝多了，但是喝多了，我还得陪您喝。你小子，我让你，想把我灌醉，二爷，二哥，我没喝多。二哥，我还是洞房呢。二哥，来，咱们几个来，来来来，转。六子，哎，来，你扶二爷去醒醒酒，等他酒醒了，一个时辰以后，再送他去入洞房。哎，三爷，您放心，我凑着二爷。哎，慢点，二爷，哎，慢点，慢点，哎。你小子，别吵。小刘子，二爷，你醒了，你没睡啊？我就是再喝他十大碗，也不会醉得一塌糊涂。那你，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感觉有人要在我背后动刀子。动刀子？你眼珠子撒尿的吗？能不能动点脑子？您的意思是说，三爷真的会钻嫂子被窝？那他倒还没那个胆儿，可他心里藏着别的胆儿，倘若动起心思来，那可就难说了。殉情吗？我可不给你当垫背啊！我兄弟都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赶紧走。大虎兄弟，那我们走了以后，你怎么跟你的老大交代？啊，你甭管了，有当当家给我做主的，鬼见愁不管把我怎么样。再说救你们出去，也算给我积点阴德。弟妹，有这么能为你豁出命的一好男人，受点苦受点惊吓，不冤枉。你也是好男人，谢谢你。但是我不是他媳妇儿，我们只是战友的关系。战友？你见哪个战友能对你这样啊？不说这些了，啊！大恩不言谢，咱们赶紧走吧。啊，对对对，走走走。别动，再动就成筛子了。鬼见愁，于人方面，于己方面，念在你我兄弟一场，放他们走。我王大虎，念你大德。无礼就是不辞阳。也有一股子骚味儿，我鬼见愁早就闻出来了。王大虎，真他妈不是个东西，连你二哥都敢出卖，没大没小，还敢呼我的大名，你我就不是兄弟。
没想到你不但敢上我的炕，还拐走我的女人，我要不留一手，一顶绿帽子就扣在我的头上了。你少他妈废话，放他们走，我留下，愿杀愿剐，我忘大胡人了。你冲什么大哥？你现在就是一兔子，大年三十年货期，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一回，你还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鬼见愁，要么放我们离开，要么只能鱼死网破了。霸王硬上弓的滋味可不好受，那就只好让你们尝尝了。兄弟们，给我招呼着！都住手，都不许动，让他们走。阿飞，我留下。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他们走，要么玉石俱焚。我鬼见愁是怜香惜玉的人，我可不想看见这么漂亮的美人炸成一团肉泥。这样吧，我数到三，只要你肯主动投怀送抱，我就放他们走。一，二，三。海飞，放下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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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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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武器。来的是哪一路的大神呢？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刘永祥。刘永祥，哼，我鬼见愁久闻大名，但不知深夜造访本寨，有何贵干呢？这几个人是我的朋友，我今天来，希望你给我个面子，把他们放了。刘永祥，我听你这话里，可是有咄咄逼人的味道。我告诉你，兄弟们手上这些家伙事儿，可不是烧火棍，他真要打起来，这盆盆罐罐可就全碎了。我们武工队和你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惺惺相惜，互不侵扰，咱们犯不着骨肉兄弟相残，干这些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儿吧。眼下日本人踏我河山，欺我国民，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兄弟姐妹都被日本人凌辱残害。我知道我们好多黑马队的兄弟们都是因为家里的亲人被日本人祸害了，才迫不得已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兄弟们，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呢，这枪口应该对着日本鬼子，怎么能对着自己的同胞兄弟呢？弟兄们，别听他胡言乱语，他这是妖言惑众。我告诉你们，他就是共产党，他们共产党是共产共妻，连老婆都要轮流睡的。咱们要是听了他话，把枪放了，那还能活命吗？你放屁！鬼见愁啊，鬼见愁，你就是阎王殿里的武昌鬼，你要死刑，你还拉着这些兄弟们给你当垫背的。看来只有先灭了你，才能保下这些兄弟们的命。你，二爷，要不咱就先把枪放下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刘队长，那要不这样，咱们各退一步。你只要把这女人给我留下，兄弟们，你可以带走，怎么样？我今天来就是接他们走的，我的朋友必须一个不落，全部带走。那你去试试。谁在我黑马寨撒野呢？都给我围了！哼，人算不如天算。大哥，你来的正好，有人他妈骑在兄弟脖子上拉屎了。谁敢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我倒要看看。韩宝顺，刘老板，怎么是你啊？你就是这儿的大当家的？我是生逢乱世，无处容身，只能占山为王。
在这儿虚度年华。大哥，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废什么话呀！这位刘老板是我的大哥，苏妍小姐是我的妹妹。行了，都把枪给我放下。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大家就是一家人，兄弟妻不可欺。狗兄弟，狗姐妹，受惊了。大厅备有薄酒，我胡振海愿意负荆请罪。好啊，有酒，我正想跟兄弟们好好喝一杯。刘老板，有请。好，走，走。来，哥，来。韩老弟，听说黑马队劫富济贫，只抢不义之财，你这个大当家的管得严呐。客气，我手下这帮小子都是些贱骨头，有时候不抽他们就不赚，要是不管他们，他们就得上房揭瓦，骚扰百姓的事儿也时常发生。姐夫，占山为寇虽然自在，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您难道不想找条正道吗？你这小妮子说的什么话呢？啊，好像我们走的一直都是邪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占山为王固然威风，但是宋江最后不也投关招安了吗？啊，苏妍的意思是说呢，现在呢，大敌当前，小日本鬼子踏我河山，欺我百姓，他们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咱们这九山十八寨各路英雄好汉，加在一块儿。那可是好几千人呢，可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呀，就像我这伸出去的手指头，只有攥到一块儿，那它才是拳头呢。韩老弟，我想请你带个头，跟我们合作，咱们一块儿打鬼子。想当年刘备和孙权还联合抗曹呢，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呢，为啥就不能拧到一块儿一起打鬼子呢？你说是不是？是你们拧到咱们这儿来，还是我们拧到你们那儿去？哎，这是我们刘老板跟你们大当家谈正事儿，有你插嘴的份吗？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是什么东西？一个小屁孩，乳臭未干，奶都还没断呢！我告诉你，老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行了，都给我住嘴！刘大哥，你给我说的话句句在理，可是我韩宝顺是个行伍之人，自由惯了，不喜欢那些束缚。你跟我说的话，容易兄弟我慢慢考虑考虑。宝顺兄弟，国难当头，时间不等人呐，请你务必三思。今天的酒，在此谢过。